永长流。生命电视，慈悲造就生命之美。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以平和的态度对待一切众生。一，对于自己所爱的，包括喜欢的人与宠物，我们会有很多的执着与可爱，但是这样的情执不是真爱。我们必须努力培养不执着与平衡的态度，来对待所爱的人与宠物。真爱必须留有空间，双方必须保持平衡，而对方必须有他的自由，这就是舍。走绳索的人，一般而言，我们不是被可爱迷人的所缘给俘虏，就是在对抗厌恶不悦的所缘给扰乱。这两个情绪会使我们误以为享乐是真正的快乐，受苦是真正的伤害。
当我们缺少持心平等、不执着的稳定能力时，便是走上以可爱及嗔恚为两端的绳索，非常容易掉入恶道深渊，再怎么小心也没用。世间如国王华丽的车乘。一，法句经有一颂说：世间如国王华丽的车乘，愚痴的人沉溺其中，有智慧的人则不会执着。意思是说，一切事物终归无常，它不久后会破损毁坏，没有人能永远拥有任何东西。二，将物质东西视为无常，有助于减少执着。所以，面对喜爱之物，要常常对自己说：这东西不会跟着我到永远，我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它而已。培养舍心。一，要发展舍心，必须舍弃我的、自我的想法。首先，从容易远离的事物着手，渐渐地不执着自己深深贪爱之物。放下我的或我所有的想法，能不费力自然升起，而不受个人喜怒哀乐、偏颇执着的限制，舍就会常住心中。
人际关系的五常。一，轮回里父变为子，母变为妻，怨敌变为朋友，关系永远在改变。在生生死死大海，没什么事是一定的，更何况是人际关系的无常。朋友、敌人和陌生人，这三种对境都是不定的。因此，认识无常的真意后，我们根本没有理由贪着朋友或怨恨敌人，更不会花费时间、精神去经营人脉、名望、地位。一体，与众生一体。一，现在我们常听到我与众生一体，倒不是出于宗教之间的主张，而是来自国际环保素食运动的呼吁。二，因为今日的科学不断地发现，这世间的人事物所组织变化呈现都是相互依存。每个个体对于整体都是不可或缺，有决定性的影响。个人与万物休戚与共，因此必须利他，才能利己。蝴蝶效应。一，
美国科学家提出的蝴蝶效应理论，说明在一系统下，刚开始发生的动作十分微小，经过不断变化、连结及影响，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极巨大变化。意思是，在这个世界里，所有众生都有能力影响其他生命。我们一举一动都与世界息息相关，千万不要小看个人的力量。要记住，一颗雪球可能引发一场雪崩，一根火柴可以烧尽一片森林。我们要互真互爱。一行禅师说，万物互相依存的道理，不是某种脱离人类精神和实际生活的哲学游戏。借由关照，世间所有现象互相依存的道理，修行者了知众生是一体无分的，因而他的内心充盈对万物的悲悯。从众生看到自己。一，曾经有人问我，为什么能够行各种善业而不以为苦？我回答说，当你能够从贫苦无依的人、作恶的囚犯、在医院呻吟的病人、以及在市场里待宰的鸡、鸭、鱼，
看到你自己，你自然就会涌出想要帮助他们的动力。把握与每一众生结缘的机会。一，从佛性、心绪、缘起、空性四个教门来看，我与众生原本就是一体，同一生命体，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呢？原因是无明和业力把我们分开。二，如果知道任何人彼此之间不是分开的，我们就能为别人的快乐而高兴，并能分担他们的痛苦。同时感受到彼此一体、互相关联的喜悦。因此，我们要珍惜把握与每一众生结缘的机会。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，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他们的忠心，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、救护、养护流浪狗。划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礼拜药师宝忏，恭请慧信法师领众。日期3月24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半，联络电话06271-6616，06271-6616或06271-6612，06271-6612。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，现场备有消灾超荐牌位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清明孝亲报恩超度法会，3月27日星期三，礼拜慈悲三昧水忏，清明祭祖表孝道，超度祖先归净土，三昧法水洗尘垢，累世冤业皆消除。
上午9点开始，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。3月28日星期四，30信念超度法会，30信念规劝净土、弥陀愿海等慈众生。上午9点开始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。3月29日星期五，佛学讲座及瑜伽咽口法会，3密相应加持力，上供诸佛并下施，佛法难闻经已闻，祈愿回向生净土。上午9点半佛学讲座，从咽口看学佛理路，主讲人广护法师。下午2点瑜伽咽口法会，恭请慧泰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。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联络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法会备有贡品、礼盒及白米，欢迎提早登记。愿慈悲爱相连，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。根本，因此呢，大乘佛教主要的三个宗派，也就是这个中观派、唯识派和这个如来藏学派，各自都有对这个《心经》中“色即是空”等这四句空门，也就是四性、空性和事物的关系，提出他们的